街坊邻居，对不起啊，外卖小哥，没看着我激动，我这可能太激动了，我呀，把激动整没了，你这这这，那啥，请你就误会误会，哎，兄弟啊，你这是自行车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算机动车辆，来骑上去，往里走，快送餐去，快点，别耽误事儿。不用进了，咋的了？取餐的来了啊。那个天，那个餐在这儿。热点啊啊，一句话挺不到位就理解不上去啊。我这理解，我真是高估你的理解能力了。那个行了，也怪我。那个外卖小哥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真是就是一句话没嘱咐到位，耽误你这么长时间。但是你也别怪他啊，啊，那职责所在啊，你们这都是为百姓更好的服务。对对对对，明白明白，互相理解嘛，是不是？外卖小哥啊，你等会儿，那个实在是抱歉啊，我就跟你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，其实吧，我就想提前吃一口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那下回别开了啊，啊，我不开，拿着吧。那行了，那个我那边还有没送完的呢，我接着去送外卖去了。行，行，哎呦我天，辛苦了啊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还整乌龙了，哎呦我天，注意安全啊。没事，我快。哎，祝为你点赞。哎呀，得给五星好评啊。哎哎，于小脸，哎，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我那肘子都拧上了。没事没事，去我家，我家有微波炉给你热一下。能热透不？肯定的，我还吃热乎了。走走走走，哎，走，蛋蛋咱一起去吃吧。对，行，走走走，我去吃一口。你不没啥事了吗？好，一会儿完事你给我整一个，我再贴上。行行，好嘞好嘞，行行行，行行，快去快去，别凉了，多吃点啊。多好啊，你这多和谐。不是，我是大娘，咪咪，你不是要跟我吃烛光晚餐吗？大金链子，小金链子。我好像还没说呢，冒场了。你想当主演吗？不是我说，你想当男一号吗？我说错了。你大伙儿说错没错？错了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干不了这，到底要不拍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你等我把这格上来的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错。哎哎哎哎哎，你不能这么骂，你往上来。啊，你现在感觉是不是往上反？哎呀，往上反，往上反好办，你吧，喝段加多宝往下压一压。压啥呀？一会儿我都爆表了，这都炸了。这其实加多宝这玩意儿喝个三罐五罐的没事儿。这是罐，这是罐吗？这是。行，我找着毛病了。他为什么老做？为啥？引不起重视。你知道吗？你不重视这个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你想，想个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呢？我说，哎呀，我说我敬你一杯，行不行？别，受不了，想出来了，小美玲啊，上大炮，好，对，就上大炮，好，上大炮，王叔，你干啥？范叔就说两句词儿，还能用炮轰啊？什么话？他现在就引不起重视来，引起重视他肯定错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广告，咱接着这活就得一人干得好，上大炮来了。哎，这回拿这个喝，那就重视啊。我挺你，爸，你看你这注意你就小心眼儿，这事你就做得过分了。刚才你把他摔坏了，我让拿胶水粘一下就完了，你非得不粘，完了你非得演这么一出戏，而且你这戏表演得很拙劣，你没有。张八子，你刚才说的啥？那个，爸呀，我刚才是不是多说了一句话呀？你哪一句话都不应该说。瞎说，那个，我就是我刚才说，我就是说，我妈呀！别妈妈的，接着说。就是我刚才说，就是胶水。对，就是胶水。老范超，走，过来。
老范头啊，老范头，胆肥了是不是？啊，碰瓷还碰到我这儿了，对不对？说说吧，下一步你该咋办？明白。明白，拿去。哎。爸爸爸，爸，别去，别去，别去。妈，妈，你别生我爸气了，啊，你消消气儿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爸对您这个奖杯啊真的是特别珍爱，天天的擦呀，您看擦得多亮，比他脑袋都亮。您看我爸脑袋上您都见过汗，这奖杯上您见过一粒水珠吗？就您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去旅游了15天吗？我爸想您呢，他想的没办法了，他就天天拿着您这个奖杯他抚摸，您看把这把玩的都已经出了包浆了。是妈，我们看着都嫉妒。哎呀，行吧，坐下吧。爸，老公，淡定。情况都知道了吧？报告大姐夫，我知道了，基本上就都知道了。好一张脆嘴子。谢谢大姐夫。老公，钱呢？哎，我要数数，我要数到手抽筋。对，拿去，可劲抽。看人大媳妇。看什么？2块钱中10000，你来瞅瞅你。哎呦，什么了不起？老爸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想花钱，我就要找到那种花钱的感觉。哎，老公，哎，妞妞想学舞蹈，报班，让她练练气质。哎，她想去夏令营，报班，让她练练胆。她还想学卡丁车，报班，让她长长北。这嘚瑟的大姐夫啊，别嘚瑟了，你自己知道哪是北吗？北。行。哎呀，你行啊，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呢。哎，人家有嘚瑟的资本，你拿啥嘚瑟呀？他凭什么嘚瑟？在这个家里嘚瑟是我的常态，他嘚瑟那就是个意外。他嘚瑟。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等着啊，分分钟我让他这10000块钱都走光了。哼，媳妇儿，干啥？看人数钱呢。别，数人家钱干嘛呀？来，咱家有，来。哎，我也有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你那儿有10000块钱，我这儿也有10000块钱的工程款啊，咱俩一样。嗯，男人有了钱得想着自己的媳妇儿。嗯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来，哎，天热了，2000块钱。买一条裙子。